虎扑十月三日讯，猛龙前锋克怀伦纳德在9月25日媒体日上接受采访时，情不自禁的大笑起来。如此魔性的笑声在网上引起了轰动， NBA 球迷们纷纷搞笑模仿。对此，伦纳德在今天的采访中显得一点都不惊讶。不，我一点都不惊讶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我真不清楚人们是怎么想的。伦纳德说，我都没有使用社交媒体，也不会真正去阅读人们所说的，那并不让人惊讶。当你是一名能力很强的球员时，人们会关注你所做的一切，因此出现这样的轰动也就在所难免了。伦纳德继续说道。来源 clutchpoints@igopu.com 更多体育新闻请访问虎扑新闻。